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uce 何浩晨，我在《未来妈妈》里面饰演杜伯谦，大家要记得锁定 My Media。马上开始我们走廊的理论，欢迎我们的新郎杜伯谦先生，还有新娘高嘉菲小姐，记得吗？你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会有一个家，你会是一个好妈妈。吃早餐喽，早餐还没吃。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想过跟他结婚呢？哎呦喂，伯谦啊，你伤口要小心一点无，还不会感冒啦。现在只想一拳把他打昏。我相信姐夫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，重点是他很爱你。我没有办法每天逗你笑，但我绝对不会放你一个人哭。错过一个真的爱你的人，那就变成是我们担心你了。公司最大业务代表，这世界上没有国庆做不到的事。哦，严正健，嘉菲的学姐单身，而且脾气很硬，开车技术也不怎么样。冻卵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，这样就不会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生了。你喜欢选择，郭小姐。你不喜欢被选择。嗯，立方啊，是真孝顺又能干。你现在好了，外头的事啊，你都不用管，你真是好命哦。谢谢妈。嘿，郑汉 ，Maggie， 嘿，恭喜。大伯，哇，哪像我们家 Maggie 啊？他一结婚就大肚子了，天天躺在家里，命比我还要好呢。嫁给我好吗？婚姻啊，不仅是爱情的坟墓，那没有孩子的婚姻就像一个空荡荡的坟场。我们子宫卵巢什么错？那男人到底在干嘛？国庆，你活得太用力了。正好是我们家恩人哎。这两年来，我每天的生活除了怀孕就是怀孕，可不可以求你不要再逼我了？未来有你有我，这样不就够了吗？未来有你有我就够的话，这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因为结婚、因为生小孩遇到这么多问题、这么辛苦了。我想象中的家是什么模样？会不会有一只猫、两条狗、一缸子的鱼，跟一屋子的小孩？